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最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在天花板上面啊，一直有响动，尤其是晚上一两点钟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那种响动声音特别大。其实我也好奇这上面到底有什么。这个活动板房啊，差不多有5年时间了，但是天花板上面我从来没有看过。今天我们看一下到底上面有啥啊？这上面看一个。这上面大家应该都能看清楚啊。全部都是老鼠屎啊。看这边。到处都是老鼠屎，有大的有小的。大家通过镜头也看到了啊，这上面全部都是老鼠屎，还有老鼠钻了很多洞啊。哇，然后我这个头一伸到这上面，就是有一股那个老鼠的尿液的味道，还有那个老鼠屎的味道。老鼠屎的味道还好一些，因为毕竟这个老鼠屎都干了嘛，但是老鼠的尿液特别特别刺鼻，从这边一上来就是有一股味道。味道很难闻的，看到上面这些东西啊，说实话，太恶心了，真的，到处都是老鼠屎啊，感觉浑身都特别特别难受。朋友们，你们那边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特别特别隐蔽的地方，但又很容易藏老鼠的地方吗？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，不要像小胖一样，这有5年没看了，那上面真的太脏了。打扫也不好打扫，上面一股刺鼻的尿液味，受不了这个味道。说实话，这个老鼠还是挺烦人的，把上面搞成那个鬼样子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啊，拜拜。